改编自苍月朱颜的仙侠剧集《玉骨遥》可以说一直有着超高的话题度和期待值。肖战身为顶流的超高热度，再加上苍月千万级的畅销书前传，足以奠定这部《玉骨遥》的超高热度。就是不知道影视化后是否能够为众人带来惊喜。说实话，苍月的朱颜口碑怎么样呢？别的不说，但他的梗和广大网友对他的评价一样，他集齐了古言影视剧中所有的烂梗。所谓烂梗不是不好，只是梗有点老套且常见。他集齐了师徒恋、逃婚、预言、误解等等元素，他应有尽有，并流畅地讲述了空桑王朝赤之一族的郡主朱颜从逃婚事件伊始，他与身为九嶷山大神官的师父石影间的情感纠葛的故事。如今，这部改编自朱颜的《玉骨遥》早已经拍摄完成，平台官方旗下账号也是多次暗示定档暑假档上线播出，并附上了精彩的预告视频。预告片大体2分钟30秒左右，故事线既清晰又简单。男主名为石影，肖战饰演，身份为神官，远离尘世，担负护国使命。女主名叫朱颜，任敏饰演，身份为赤族郡主，活泼可爱。二人昔为师徒，在朝夕相处中互生情愫，愈演愈是。石影将亡命于朱颜之手，空桑会灭于海皇之手。石影因使命杀害海皇，护空桑，而命运使然，偏偏海皇却是朱颜的重要之人，朱颜又因此杀害石影。从这个预告上来看，不知为何，感觉确实与花千骨有些许相像。大实话说回来，预告仅有2分钟多一点，究竟是不是与花千骨相似，还是要看过正片之后才能定夺。而今在近日在某平台的官网上显示，这部《玉骨遥》将于2022年7月份上线播出，相信这段时间马上就会空降上线。那么你期待这部即将开播的《玉骨遥》吗？你又期待肖战、任敏饰演的石影和朱颜吗？